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兔兔圈乐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许昕的生日，我们要在学校帮他庆祝生日。我们去许昕那边吧。对，都是你打他。我这样美啊，这个牌哦。哈哈哈！踩到我，打完我。坐着。为许昕而坐的。哈哈哈！许昕为你而坐的啊，所以讲出来感动。哇。切蛋糕了，许昕。做梦的哪要修啊？哪里都可以啦。切哪里都可以，他切切了。太美了，不舍得。太美了，妈。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妹妹，你的是什么？妹妹的。这小屁孩。很多人妹妹看一下你吃什么 KitKat 哦，好吃没有啊？选这个 KitKat 好吃啊，我没有蛋糕，最好吃是它了啦。我刚刚吃它的嘴巴不见了，怎么你看晨曦好吃没有？这个好吃啊，还要啊。你明明给你吃这样多没有啊？哎呀，你吃完了的啦！吃完了。你看我已经长出来了。是。不是长出来了哎你。大家晨曦，有什么？有什么 topping？ 有 Mickey 猫的 topping 啊？吃完才算，不可以吃太多。不可以 ，OK。朋友跟你玩了。完了。还没登录。刚刚你笑到这样讲的。你很像颁奖哎。没没有。要抽什么？男生够吗？哦。啊？哪了？开来玩先。你们老师。开好不？还要开来玩先。还要开来玩先。你们老师可以来可以。Thank you, 勇气勋。没有哦。Brother， 你拿到什么？哇，蓝色的。哇，你也是有啊，我看一下。你有送到给你朋友啦，但是我一个人没有。你一个人有呗？是啦，有。就是硬泡沫。是吗？
你太喜欢了啊！你喜欢里面什么？哦，这个手链啊，你喜欢？很美吗？是啊。刚好你喜欢的颜色。